八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，新界北部嘅雨勢最大。天文台發出新界北水浸特別報告。尼坦已經喺大鵬半島附近登陸，並減弱為熱帶強烈熱帶風暴。上晝九點，尼坦集結喺本港西北大約9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5公里，逐漸移入廣東內陸，遠離本港。但本港仍然普遍吹西南烈風。預料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在今朝早維持，市民應該保持警覺。天文台話，視乎本港風力減弱情況，會在中午之後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。當局暫時收到38宗臨時報告，未有水浸和山泥傾瀉報告。而機管局就話，截至凌晨3點，一共有156班航班取消和290班航班延誤。尼坦直撲香港，雖然天文台呼籲市民遠離岸邊，但係仍然有人去到尖沙咀天星碼頭感受尼坦嘅威力。真係好大風，啲風雨啊吹過嚟咧係刺痛嘅，真係係痛到擘唔開眼嘅。聽到啲聲係好恐怖啊，轟轟轟轟聲嘅，係啊，真係感受到佢嘅威力咯。但係有冇覺得危險咧？嗰刻？有少少嘅，所以我都盡量係行近啲大廈嘅 building 咧，嗰啲簾縫下邊啊，費事有啲嘢跌落嚟砸到自己嘅，都會係3點零4點嘅時候最勁啦，係啊。最勁嗰陣時係點解？最勁嗰時啊，斷樹枝斷成啦，啊，行路有困難咯，啲雨打落過嚟係痛咯。天文台發出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之後，大老山、昂坪、長洲等地最高陣風時速超過100公里。期間造成不少的破壞。在北角孔雀道有樹被強風吹冧了，旁邊的私家車被壓住。德輔道西修打蘭街有衛星接收器被吹倒，而在銅鑼灣唐街巨型招牌的支架就被強風吹甩了，唐街要暫時封閉。但在風暴吹襲期間，市區的風勢都時大時細，有時大風起來人都不太記得穩。有一啲咧係小巴站牌咧，同埋垃圾桶就被強風吹到冧咗。天文台喺凌晨一度話要考慮係唔係需要改發更高嘅信號。去到清晨4點，尼坦喺大鵬半島附近登陸之後，風力減弱。天文台話改發更高嘅信號機會唔大。無線電視記者譚日鵬報導。另外，天文台喺上晝8點15分係發出咗山泥傾瀉警告㗎。尼坦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，天文台預計上晝大部分時間風力會維持烈風程度。咁喺尼坦中心嘅一啲東南面嘅一啲強嘅雨區咧，其實咧都係影響住我哋，為我哋帶嚟一啲狂風大雨嘅天氣噶。今朝早咧，尼坦咧喺呢個大鵬灣登陸，咁咧亦都而家咧係橫過呢個珠江口啦。咁預計佢係會慢慢咧係移入內陸噶啦，咁係遠離香港嘅。不過咧，我哋預計啊，今朝早咧大部分時間啊，個烈風程度嘅風力咧仍然會喺香港係維持啊。咁大家咧就唔好鬆懈啊，做好防風嘅措施啦。咁記者冼智而家就喺尖沙咀天星碼頭噶，咁出面嘅天氣情況係點啊？咁依家咧喺天星碼頭附近咧，見到嘅天色咧都係麻麻地噶，比較陰沉。不過由於八號烈風信號仍然生效，所以渡輪服務仲依然係暫停㗎。而家巴士多條巴士路線咧，亦都係暫停服務。咁由於大部分市民咧今日都唔使翻學，大部分學生亦都唔使今日唔使翻工，大部分學生今日亦都唔使翻學，咁所以咧見到街上面咧都係市面比較冷清，亦都見到人流係相對比較少㗎。不過而家見到我背後條街道咧，都見到一啲颱風吹襲過後嘅痕跡，見到唔少嘅樹枝咧係折斷咗，跌咗喺地下，亦都見到有啲巴士站牌咧係瞓咗喺地下㗎。咁講翻今朝早凌晨咧，其實呢度一度陣風嘅風速係超過110公里，咁所以咧當時咧人咧企喺風入邊咧都係企唔穩㗎。不過依家嘅風勢咧同埋雨勢咧都係相較凌晨5點鐘嘅時分咧係相對弱咗好多噶啦。不過仍然每隔半個鐘咧都有一兩陣非常之強勁嘅陣風吹過。咁所以天文台都係提醒市民咧，儘量唔好行近岸邊啦，同時係繼續保持一啲嘅防風措施噶。咁我現場嘅報道係咁多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。另外，曾經經歷水浸嘅大澳河涌水位明顯上升，大街道就未見水浸。
打風釋逢天文漲潮，大澳河涌水位上晝升至接近岸邊的街道，水流好急。河涌上的小艇昨晚只是位於棚屋底部的木梁，隨著水位上升已經升到上去民居的門口。2008年颱風克格比襲港，大澳水深及胸，之後當局進行水利工程，大澳的居民說希望會有成效，而附近街道到現在都未有水浸。受到泥潭影響，本港航班升降受到影響。機場管理局說今早6點到下午6點預計可以安排200班航班來往香港，而在機場通宵有大批旅客滯留。部分航空公司向旅客派毛毡，讓他們在櫃位前打地鋪過夜。天光之後有旅客去到國泰和華航的櫃位等候補機位，部分人未安排到機位，決定先離開機場。航班告示牌滿江紅，顯示大部分航班取消。國泰、港龍航空由昨晚10點開始取消所有航班，直至今日下午2點。機管局說今日會重新編排航班，呼籲旅客出發之前先留意機管局的網站，或者是向航空公司了解最新的情況。好像說要等到下午吧，等到晚上，不知道，會先回酒店吧。你打算先回酒店再回来？也没想好，因为他说不太确定，所以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这么早就来？不是知道取消了吗？我知道取消了，但是我若不来，我换不了别的航班啊。到晚上的时候，没有水，至今都没有水喝，没有食物，也没有说谁来通知我们开水，这里也他妈的没有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毛毯，就是昨晚上很多人在这里抗议之后。分了两批发放过来的，也就是说之前就没有准备，只有香港航空公司，全部旅客就停留在这里。港铁宣布观塘线、荃湾线、港岛线、西铁线、马鞍山线、迪士尼线、东涌线和机场快线维持十分钟一班车，东铁线红磡至罗湖就十分钟一班，红磡至落马洲20分钟一班车，轻铁就回复正常服务。九巴宣布东铁接驳线 K12、K17 和 K18、龙运巴士 S1、东涌铁路站循环线和 S64 来往日东至机场提供有限度服务。至于 B1 巴士就由7点45分开始亦都会提供有限度服务。医院管理局宣布辖下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、专科诊所、职业治疗和精神科日间医院今日暂停服务，直至8号信号取消。已经预约的病人稍后要再预约诊症时间，公立医院急症室亦都会照常服务。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6个临时庇护站，给有需要的人入住。